因為陳凱欣咧就話佢無黨無派，梗係啦，佢係代表政府啊嘛哥，因為叫政府黨啊哥，全部喂一個高永文，一個局長唔出嚟，就驚政府輸嘛，你擺到明係揾一個做過政府局長嘅人出嚟輸咗，點負責先？咁又揾個女人出嚟，真係賤格呢個人，不能擔大任。如果你真係有能力嘅，你唔做個局長，唔為香港人做嘢，走去第二度做嘢，然後而家政府有需要叫翻你嘅時候，你又走去出嚟選議員，呢個高永文嘅做法，一係就無能，一係就無恥。呢個陳凱欣又老細唔要你，或者你老細上面嘅人要你，而家到到出嚟要對付李卓人或者小麗嘅時候就要你，又唔敢話自己係政府黨。咩人嚟嘅呢班？佢就係政府黨啊！佢贏就係政府贏，佢輸就係政府輸，係咪？泾渭分明，為下一代背水一戰咧，係講錯咗嘅。唔係為下一代，係為所有人。我為上一代做呢個全民退休保障，講到而家。林鄭見到我唔喺議會啫，知道我唔會掟佢啦，就我哋唔考慮做全民退休保障，講到明啊！佢一萬億，好似係佢，好似係殺咗佢老豆咁啊！如果唔俾佢攞翻萬億抌落海，而家我問啊問啊，呢、這個陳凱欣啊，贊唔贊成全民退休保障啊？贊唔贊成 TQ 啊？贊唔贊成抌錢落海，掂個金銀倒出嚟啊 ？Treasure Island 啊！